是16年导演青年，跟 LifeTV.com.my 的朋友说声好。窗外的光线，我很喜欢打电动，就是会玩电动，不过电动只玩足球什么。我又不是已经没有什么迷足球，但是我就喜欢玩足球的原因。我不懂，我不懂。你喜欢看足球吗？以前蛮喜欢的，现在没有什么时间看，也没有什么偶像。以前很追的嘛，些球星现在少了一点了。不过世界杯一定会看的。你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其实老司机 ，Keep 老司机，很波兰的一个。你喜欢他？我蛮喜欢宿命，我蛮相信宿命论。他是一个宿命论的导演。然后其实我喜欢这个波兰这个红蓝白导演，他蛮讲人的一种宿命。他其实拍纪录片出身，他拍就是拍到原来放弃了，不要再拍纪录片了。但是这个人是很阴间到，不过我的要求是因为他大概是我的20倍以上。留下好时光。其实一路有你到今天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，其实非常的感动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开着一辆很小的车，跟很多很大的跑车在竞争，一开始慢慢的走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家在帮我们推一把推一把，最后这辆车的速度是因为很多人在推，他可以把这辆车一辆很小的车推到变成一辆跑车这么快。所以到现在也被挤进了马来西亚本地电影的前三名，蛮感动的，就是我们一起被写在历史里面，谢谢大家。得到的答案，如果幸福是条长路漫漫，有你陪伴，我就跟得上。